一句话说出必须来看我在诈骗公司上班的原因。如果你不来的话，你一定会被诈骗。真的非常好看，所有演员都非常的精彩，还有制作团队跟设计团队都非常非常的厉害。笑到高潮，一定要来一起笑到高潮。名字：杨菊。星座：巨蟹。最喜欢的颜色：蓝色。最喜欢的三种食物：香蕉、葡萄、水果，还有苹果。最喜欢的动物：狗。当你得知接到这部音乐剧的反应：哇！最喜欢的漫画：我在这公司上班。排练最有挑战的哪首歌？什么？排练最有挑战的是哪一首歌？片。最喜欢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眉毛。最喜欢的一个运动？棒球。这部音乐剧最大的挫折？一直改剧本。这个时候最喜欢练哪一个部位？为什么？胸，因为胸有成竹。最近看了一部动漫。鬼灭之刃。饰演变装癖老板最喜欢自己哪一个造型？女服装。最常对老板、老婆说的一句话？我爱你。最喜欢剧中哪一首歌？唱一句。片。唱一句。片。最想对老板说的一句话？不要吵。排练过程中觉得谁最好笑？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一个幽默的男人。说出这个制作里面你最喜欢的三个优点。好看、好笑、剧情、跌宕起伏。惩罚日，金鸡独立30秒。我现在就来表演金鸡独立。名字：徐耀宗。星座：天蝎座。最喜欢的颜色：蓝色。最喜欢的三种食物：三种食物：咖喱饭、面疙瘩跟葱油饼。最喜欢的动物：狗。我很哇！我的声音很大，然后身高很有亲和力，然后我没有秃头。花多久？大概半年。我的笑容。最近在玩那个钢琴的键盘跟调音器这两个手游。最好看的，我在诈骗公司上班，上班，161。放假一个人最喜欢打电动，右手。最《孙子兵法》翻几遍，把别人当孙子骗。哇！不当演员，我可能会去当厨师吧。该老师嘞，不会。反正最有趣的事情。好怀念哦。以前的走很快乐的样子，就走而已吗？对，走一圈就可以了。其实国赞你，我很爱吃，我很爱吃。猎物上当，不要紧张，我看你，不要紧张。老飞少哎，我不紧张。哎呀呀，听我不想的父亲，你是我的父亲，你的狗跟猪你在巴黎。快问快答时间。嘿，用台语说出自己的名字。丢啊丢。用台语说出你的星座。哇哦，天最喜
欢的颜色？黄色，对，绿色。最喜欢哪种食物？牛排、羊肉炉跟青菜。植物啊，我都很喜欢，怎么办？最喜欢的植物，向日葵。Oh my god！ Let it go, let it go。是我的三个优点，笑起来很可爱，有酒窝，然后好难哦，好难哦，我嘴软了，我台语很强，然后可以唱很高音。卖跟我无情，我袂让你个软头亲骨啦。酒窝。黑尾鱼、鱿鱼子跟樱花虾。胖不起来呢。就是不怕你是性命。请用台语说出你的名字。你最喜欢的颜色？绿色。最喜欢吃的三样食物？牛排、牛肉、青菜。三十。